这里就是古格王朝下方的藏尸洞，这里面存放了数百具尸体，但是没有一颗头骨，没有一颗完整的尸骨。至今为什么他们会惨死在这里，至今还是个谜。这里面现在有很多的人的遗骸，我上去看一看啊。斩钉子穿不起吗？我得。